哋全部新村嘅鄉親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剩翻廿五日啫，馬來西亞就愛做一件大事，五月九換政府，好冇？我们这一次的口号就是人民辛苦已太久，改朝换代五月九，不是叫你喝酒啊，是赢了之后一起喝。马来西亚呢这排呢，我跟你说不要换政府啊，下次啊底裤都没得着啊，现在搞到啊整个国家财政穿窿。你看上个礼拜阿接哥宣布那个大选宣言，是不是他宣布大选宣言又派女，哇講乜嘢啊，一馬遠足金啊，愛起到2000元啊，哇呢、這個又愛俾女，嗰、那個又俾女，老媽好犀利啊，呢、這個神奇嘅馬一下幫你計數，就問佢一句話，阿接哥你派女，你個全國大選宣言愛用3000億喎、啊、你老豆俾你啊，嗰度3000億邊度嚟喎，係咪阿接哥唔敢答，就派佢嘅呢個啊扶手出嚟，副手就是那個阿乜扎西，阿乜扎西就出嚟講，係咪？佢講呀，我哋同意係國陣嘅呢個大選宣言愛3000億，嗰、那個3000億就係消費税嗰度嚟嘅，所以你聽好好嚇。啊 ，uncle， 你冇個攞到嗰個 brim 係咪？啊 ，kamu dapat itu brim satu tahun satu kali， tapi kamu bayar GST hari hari。啊，睇下邊個死先。啊、你攞嗰個一馬咩咩遠足金一年攞一百喎、啊，但係你俾消費税啊，買瞓覺都可以俾啊，屙屎都可以俾啊，吹冷氣都可以俾啊，係真噶嘛？你試下，你嘅電費單有冇收 GST？ 超過70元有冇收？你買底褲有收冇？你嗰個水單啊，屙屎嗰個 IWK 啊，嗰個現代鍋都有冇消費税？係咪？你買棺材都可以俾啊，死咗都唔放過你啊！你怡寶個彩城啊，買嗰個啊，啊嗰、那個咩啊，元寶蠟燭啊，都係俾6000消費税啊，係咪死都唔放過你？你俾佢做多5年啊，佢唔死，你死咯！啊，你唔好講諗住啊，投票嘅阿良哥，阿良哥投俾佢就係投俾阿接哥，阿接哥就俾佢個肥婆，大家諗住一齊死，係咪？所以呢排我哋係做一件事啫，總之愛換政府就投銀證。啊呢排啊，阿伯、阿兄、阿姨冇火箭頭啊，冇緊張啊，冇諗住講哇，我諗我投火箭投咗50多年，突然間火箭唔見咗嘅，唔係唔見咗，我哋暫時收埋先。火箭係咪收響邊度？收喺衫裏邊。而家換金換件衫啫嘛，換嗰個你銀證嘛。啊點解咧？點解換銀證？啊，呢個我同大家解釋嘅。我哋咧有希望聯盟有4個黨，一個係麥哈爹嘅呢個 Bersatu， 一個林吉祥嘅火箭黨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第三個就安華嘅呢個銀證，第四個就嗰個麥沙布嘅啊回購黨嘅開明派出嚟嘅誠信黨。4個黨係咪就結咗婚咯？結咗婚咪去註冊咩？哦，係咪？我哋去年就結咗婚，就申請註冊。邊度知道申請咗12個月都唔批准？如果你嘅仔娶新抱係咪啊？佢21日一定批准嘅，係咪？而家我哋唔係喎，我哋4個黨係咪已經結咗婚，肚都搞大咗，仔都生埋啦。但係咧批准嗰個註冊紙都唔批喎。咁啊註冊紙唔批，我哋要出嚟大打選㗎嘛，大選㗎嘛係咪？大選冇理由用底褲出嚟選㗎嘛，一定揾一個標誌嘛，係咪？咁我用標誌，原本咧諗到揾。我哋同人已經支持，我一定揾馬拉同胞支持，咁樣係咪？同馬拉同胞一齊，馬拉同胞、印度同胞、同人同胞，三大民族一齊反，淨有可能改朝換代，係咪？如果淨係同人去換，馬拉人唔去換，我哋今晚又係夾結講、夾結爽，唔得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你愛馬拉同胞，愛換政府，一定要揾一個標誌，大家可以接受嘅。咁樣咧，呢、這個公正黨嘅係多元民族嘅，個個都有裏邊黨裏邊啊，係 CIMB 嘅 ，CIMB 唔係搞緊銀行啊，阿姨 ，CIMB 係 China、India、Malayu、Bengali 啊，所以呢個黨係咪啊？我哋啊火箭黨都係 CIMB 嚟嘅，火箭黨裏邊都有 China、India、Malayu、Bengali， 公正黨多啲，所以咪 OK 啦，咪用佢咯。
因為最重要呢，我們相信人家說人在做天在看，我們相信老天有眼，郭振這排音執事做得這麼多，是不是老天有眼？5月9號個個頭眼睛，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人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，我們知道趙明福是誰殺的，阿丹都亞是誰殺的，蒙古女郎是誰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有眼的嘛，所以阿姨啊，記得啊，冇做蒙豬眼啊，眼科啊，冇啊，一陣又有眼無豬啊，啊你哋啊，我相信啊，你哋嘅眼睛好雪亮噶嘛，唔使睇 Doctor Call 都得噶嘛，係咪？所以記得啊，呢排啊火箭啊暫時休息先，休息一計，我哋全部用翻呢個眼睛啊，天有眼，頭眼睛，冠政府，好冇？冇頭傻傻地又睇到頭嗰個月光啊！啊，月光呢排唔得噶啦，月光呢排係咪同阿志哥瞓喺一齊咯？有奸情啊，就鬼係人嚟嘅，而家變咗鬼啦。所以咧呢排啊，啲大選你會睇到嗰個你嘅選票有三個標誌嘅，一個秤砣，一個眼睛，一個月光。啊，你冇投錯啊！我冇投咗牛月光啊，月光光啊，照地堂啊，舊鬼係。教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下得呢转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但是现在是都是月亮惹的祸啊！这个曾如雪唱的陈明曲吧，系咪？我听过冇啊？有啦，哦，所以咧呢排记得啊，是每一票都好重要。贝拉州爱换政府，爱换政府点解？因为我明年爱嚟呢度俾一份大礼俾大家，我哋已经宣布咗。五月九號換政府，第一個大禮俾大家，因為咧我哋嘅呢個選舉委員會有啲笨柒嚟嘅，係咪？就俾人哋拜三喎，做工人你叫人哋翻嚟投票，唔係笨柒咩？咁多拜六禮拜唔識得揀，揀到拜三係咪？冇相干，我哋新加坡、吉隆坡全部翻嚟，而比拉州贏咗，拜三投票，拜四並放假。梁照出慶祝人民和民主的勝利，看看他召職到幾時，是不是？第一，這個兩假兩日而已，阿美呢第二件大禮今晚去宣佈給大家，5月9號換政府，明年過年在正都窿新村，我們一起這裡每一間屋新村屋每一間都給永久地契牙蘭給大家，不是60年啊，不是啊，那個米華工會跟你說什麼30年啊，我一來就給你照一照得照999年，給你1000年的牙齒，你祖宗18代都不用怕，是嗎？你會吃到1000歲嗎？吃到1000歲不死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埃及木乃伊就是千年老幼，沒可能啦，是不是？有吃到1000年，我給你一張牙齒1000年的啊！嗰陣時我俾嘅時候，你記得 kiss 我呢度啊！我哋等新村等咗60年啦，其他州唔敢做嘅，俾一州做俾大家，好冇？好就每一張票冇走啊！我知道呢排啊，好多新村唔使煮飯喎、啊。哇！聽講啊，梁哥嚟呢度又請食，又有酒飲，又有電視派，又有慶幸運抽獎，哇！接拜到好事了。啊、我救你啦！我哋安順啊！我個姓馬嘅更加犀利啦，腳車都出埋啊，摩托都出埋啊！但係冇相干嘅，我哋要記得咩嘢字母？飯照吃，錢照拿，票照投眼睛，係嘛？你派錢定係派個老豆嘅錢啊？啊，派你嘅錢係咪？走咗5年派一筆，派咗一筆，又走5年又派一筆，你當我哋係 Lulu 啊？我哋咪 Lulu 嘛，係咪咁容易呃呢？而家係21世紀咯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呢幾招大家都知啦，所以唔相干冇相干。呢排係咪呢個月就係大家嘅歡樂時光 ，Happy Hour。總之啊，嚇、啊、有得食就食咯，有得攞嘛攞咯。總之投票另為傾啦，啊攞得幾多就攞。誒、欸、係真㗎嘛？唔係咩？我哋買乜嘢都俾6巴先俾咗5年咯，痛苦咁耐咯，仲～走到我哋嘅，佢識得走我哋，我哋得坐佢啊！李志亮俾你啊，電視啊，你同佢講得多電視唔夠，最好俾我 Benz 啊，胃口大啲嘛，係咪？樹冷不樹甜啊，呢個係真嘅。
打第三，我哋呢度金寶有一間獨中叫培元獨中，頭先我哋嗰個大會司儀都係培元獨中畢業嘅，佢可以去，下次可以去中國讀書。頭先你同我講，有個問佢中國點解中國讀書，點解唔去飲馬大，唔去嗰個國大，唔去理大？佢講政府都唔承認我哋嘅文憑，我哋當寶，政府當草，咁樣邊度得啊？所以我同佢講，小妹妹你唔使驚，換新政府，希望你們政府身體全面承認統籌文憑，明年就可以有統籌，飲馬大，飲理大，進國大，進工大讀書，好不好？下一次還可以做公務員。六十年咯，各陣做唔到嘅火箭黨做俾大家，好似我哋檳城雪蘭俄州咁樣，已經承認咗，係咪？都唔使睇嗰個咩麥華公會嗰個張新聞講乜嘢？哇！我們要承認統考了，現在只剩最後一里路，一里路，一里路，走到今天印度，走到印尼都係走不完，係咪？呢個係乜鬼？呢個係叫呃鬼食豆腐。所以呢排國陣政府好似法國親咁樣，你知咩叫法國親喎？法國餐好靚噶嘛，啱啲係咪？但係你有食過法國餐冇？好貴噶，好少嘢食噶。但係咧就整到靚靚嘅。啊，廣東人講法國餐啊，就是、多餘啊。我加多字啊，法國餐啊，多交餘嘅。啊，你明白冇？啊，呢排國陣政府就係咁樣，你仲投票俾佢啊？就好似啊，日本遊艇，日本遊艇咩意思啊？咩叫日本遊船啊？我話你睇我福州仔救大家講苦話，我幾犀利？啊！自己講自己爽，咩叫日本遊艇、日本遊船啊？遲早殘啊！遲早殘啊！明白冇？再俾阿接哥多五年啊，佢唔死我哋死先咯！啊，好似頭先我講啦，咪佢宣布話愛俾3000億喎、啊，3000億喎、啊，用減大筆率邊度嚟？係咪？阿嗰、那個阿乜就西就講啦，消費税嗰度嚟。如果你咁樣嚟講，我抽消費税。六八仙邊度抽到3000億喎？係咪？我幫佢估一估，計一計啊！如果你真正愛真正實行國陣嘅大選宣言，愛用3000億消費税，一定啊，唔係六八仙，唔係七八仙、八八仙，就愛起到18%啊！而家六八仙都已經屙河咯，都已經係屙啲急底咯，仲俾佢到18%啊！18%嘅時候，我哋食谷種喎，翻屋企種番薯啦，食自己啦，係咪？而家行情就係搞到成個市場都冇資金，因為啊每個日就抽1億幾，一年365日，就賺政府就抽400幾億，每一日都吸血吸1億幾，邊個頂得順？邊個頂得住喎？仲抽到18%啊！哦，接拜度私敲敲了，唔係咩？邊個頂得順喎？啊！舊擺人啲日本佬啊、新加坡佬，佢哋有錢，但係佢政府抽消費税，淨係抽3%啫。我哋國陣政府嚇魯冷似虎，一嚟就抽6%，仲驚你死得唔夠快喎、啊，係咪？馬來西亞人好可憐嘅，你看我們在馬來西亞住，在家裡要給門牌税，還要還土地税，給完土地税還要還所得税，去外面買東西要給消費税，然後賺了錢還要給所得税，給完所得税買一間店還要給印花税，給完印花税賣掉還要給土地盈利税，這裡税那裡税，這裡給税那裡給税，回家不能睡，只有肥婆最好睡。你要好好睡，记得5月9换政府，好不好？第一，新村永久牙烂粒俾咗啦，听好啦。第二粒，独中文凭承认啦。啊，第三件大理，我哋话少独中，马来西亚好可怜嘅，每一年都系筹款嘅，教师节要筹款，儿童节要筹款，运动会要筹款，天天都要筹款，建校也要筹款啊！我们的税交给政府，政府用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天天就是华校要筹款，现在我们要向宾州、雪州看齐。下个月警方有5日啫，换政府，明年华小独中全部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案，制度化拨款，好像宾州、雪州一样，每一年宾州、雪州给1000万给华校。你知道佢哋嘅獨中幾好名？嗰度做獨中嘅董事啊，攞咗學基冷當時酥酥靚靚啊！我哋呢度就委屈咯，係咪？董事同埋董事長啊，籌款籌到啊，係咪面皮仲厚過嗰個黃文利長城啊？冇辦法嘛，為華教嘛，係咪？但係咧，你檳城同埋雪蘭俄州嘅獨中，每一年啊，林冠英俾500,000啊，一間獨中500,000，4間獨中200萬，9年俾咗1800萬，犀利冇？
我哋俾拉州黑人牙膏俾到咩嘢？有俾好多屎咯，一篤。培元读中攞到咩嘢？边度有攞？冇嘛。所以唔使睇佢哋眼色嘅。平时系咪我哋好委屈？冇办法咯，佢当权嘛。而家唔系嘛？而家冇咗嘛？而家国会解散，州会解散，我哋人民大晒嘛？而家就系人民嘅世界，我哋就敢敢活。呢个第三，哇，第四仲有好多嘅。俾阿州换政府，我哋睇到好似我哋雪兰莪州咁样。雪兰莪州我哋做十年啫，你知道冇？生一个仔俾1500蚊。Uncle， 你嘅孙母响移啲郑东生去俾巴达林生嗰度俾1500蚊，生一个俾1500蚊，生两个俾3000啊。雪兰莪州已经俾咗5、6年啦。大二啊，细佬哥补习啊，又俾1000啊。入大學又俾1000啊，揾到女朋友愛結婚啊，哇！翻到嚟同阿媽講，我揾到溝到女咯，愛結婚啊，係咪？結婚啊，全世界揾唔到啊！哇！我哋做政府嘅地方，雪蘭莪州啊，結婚三郎哥攞500蚊，三娘攞500蚊，結婚俾1000蚊，仲未結婚，州政府俾1000蚊俾你，祝你早生貴子，但係娶阿禮就唔好。一比啫，阿美咧娶咗新抱，系咪会老噶嘛？会病噶嘛？病睇病啊，都有免费医药卡啊！我哋俾阿周有冇？冇啦，屎就有啦，系咪？佢有俾医药卡喎，每一个家庭700蚊，5年3500蚊，唔系去政府医院睇病喎，可以去睇好似 Doctor Call 咁样噶喎，大白鲨睇病，唔使自己俾女，总之一个家庭700块钱。5年3500，免费医药卡让你看病啊！好似你讲，哇！我今日肚痛啊，屙屎啊，系咪？哦，有啊，攞填尿啊，啊，胆固醇高啊，你去睇医生。医生讲，别签一张单啊，阿啲70蚊，你唔使俾呢个，你攞个张卡出嚟，嗱呢张危可敏俾我嘅，嗱又得噶啦，你去翻屋企啦，唔使俾你，1年700蚊，如果你冇理由。你睇一次醫生啊，60蚊啊，700蚊夠你睇十幾倍咯。如果你每個月都睇，你都差唔多噶啦，係咪？係啦，每個月都去睇醫生，你都差唔多噶啦。啊，但係真嘅差唔多嘅時候係咪？啊，你去嗰、那個啊，你嗱黑嗰度富寶三莊啊，啊紅牛燈嗰個咩三莊報名嘅時候係咪？誒、欸，我哋要你走嘅時候，我哋做政府有幫你做演唱會嘅，知冇？我哋請嗰個胡子龍嚟唱啊！你嘅牌樓嗰度啊，祝你你睇你嗰度牌樓一路順風啊！唔係咩咧？你到咧鄭東龍都同你講啦，祝你一路順風啊！啊，祝你一路順風啊！幾爽啊！誒、欸，但係我哋唔係整係請唱歌嘅節目，我嗌埋唱張學友嚟唱啊！每天愛你多一些啊！啊，唱咗之後係咪冇理由嘛？冇理由兩手空空嚟嘅。仲有噶，州政府寫白金啊，每個家庭寫2500蚊啊，買棺材都我幫你俾啊，啊祝你一路順風，唔係講啫，係做俾你睇，死一擺2500，晏啲你記得死兩擺俾5000，啊你冇死一擺死兩擺，我同人哋冇同人哋講嘅，你冇揾嗰個林毛佬嚟啊，啊林毛佬自己出，我幫你買棺材啫。我雪蘭莪州都俾得咁多年，你哋都唔知道啊！生老病死，州政府都俾你。我哋俾得州，舊派最有錢嘅金寶二寶，而家全部走寶。俾得州而家係全馬第二窮嘅州。我哋舊派最窮最有錢嘅，而家第二窮，後邊上嚟第二名，第一名最窮嘅係邊度？吉蘭丹，而嗰就係第二個就係俾得州。幾委屈，幾淒涼，係咪？要我哋嘅人才外流啊！全馬最嚴重嘅係俾拉州，後生仔全部走曬嘅。我哋全馬俾拉州百幾個山村，個個山村啊！我都係山村長大嘅細佬哥，我好清楚嘅。山村嘅呢個山門，我都喺嗰度長大嘅。而家我哋嘅山村，個個山村都差唔多係老人院嚟嘅，唔係咩？嚇、啊！超過18歲嘅走嘅走，讀書嘅讀書，係咪？有幾個翻到嚟？有邊個翻到尖東窿呢度揾食？冇噶嘛！啊！睇到人嘅時候幾時行清咯？行清就有啲人咯，過年咯，係咪？啊，其他日子我哋咪自己睇自己爽咯，啊，格件掛格件咯。所以我同你講呢排改變嘅時間已經到咗，啊，唔止愛俾大家醫藥卡，我哋俾拉州都一樣愛俾，仲有好多政策
我去改革嘅，我去靠大家嘅努力啊！你睇我哋好似檳城州，檳城州雪梨俄州，生老病死有照顧。我哋做嘅時候，第一屆好艱難做嘅，所以啊，千祈啊，你唔好淨係管嘅啊！如果呢排換到政府啊，俾我哋十年，點解十年？你知冇？我知道嘅，我之前做過政府嘅，你一入去啊，嗰、那個 office 啊，你睇到啊，你一定暈低嘅，裏邊嗰筆數啊，處處都穿窿㗎。我去補窿啊，最少五年啊，佢嘅窿咁大，你唔使幫佢填啊。佢話跟 One MDB 都走咗你400亿咯，個個咧你唔使填翻啊，攞咩嚟填啊？又唔可以，而家我哋又可以取消消費税，所以一定可以想諗辦法，又唔可以加重人民嘅負擔，又可以填翻嗰個窿。所以咧，第一個五年啊，就可以填翻窿，整翻靚嗰個數。第二個五年啊，都冷接拜度好邪了嚇、啊！你睇我哋雪梨俄州第二屆嘅時候，第一屆做唔到，第一屆嘅時候幫我填窿嘛。第二屆嘅時候，而家呢排幾爽嘅嘛。第一免費水，每個月俾你2万liter，你諗一諗啊，每個月啊，阿姨啊，有2万支矿泉水俾你沖涼啊，你爽唔爽啊？每個家庭喎、啊，全部都俾啊，已經俾咗十年免費水。第二啊，你呢度正都坐巴士去怡保啊，免費巴士喎、啊。有冷氣去上網嘅喎，免費巴士喎，一個禮拜好似 7-11 咁樣走。我哋雪梨俄州有120趟嘅巴士，已經全部咁樣嚟行，免費水、免費巴士、免費上網，仲有啊，唐人新村、馬拉甘波免費門牌西啊，唔使俾門牌西啊，好唔好？愛唔愛？左掟左掟。左笛呢，如果仲換到政府呢，就做雅蓮囉。有冇客家話答唔答？我只係識一句啫，一句啫，咩好嘢講粗口你就講好嘢。我知嘅，我朋友救我嘅，你以為我唔知道係粗口嚟嘅咩？講笑啦，唔講俾大家笑，係咪？大家嚟到開心㗎嘛，冇理由聽到面阻阻㗎嘛。係真係換唔到政府就係咁樣啦，同你講。啊！就大揾完噶啦，大家一齊排隊去邊度知冇？排隊去荷蘭啦、啊！換唔到政府，你會問咯？啊！我哋全部支持，換到舊擺就唔得。呢排咪我啱啱收到最新嘅民調啊，民意調查，我哋馬來西亞有222個國會，我哋做政府咧，我哋112啊，超過一半就可以做政府，老馬就可以翻去硬夾送包。112，而家我哋收到嘅消息，我哋可以赢116-120，啊，仲未提名啊，啊，暂时已经睇到啦，嗰个风已经嚟咗咯。但系咧，我哋嘅惊咩嘢？最惊马来西亚呢个选举委员会啊！我同我讲起讲，佢唔系笨贼啫嘛，仲系蠢啫嘛。你可以做政府，你可以赢112嘛。我哋马来西亚嘅国会系222喎，三条二。如果啊，各阵赢111，我哋啊又赢111。咁啱咪打平手，邊個做政府死咯，係咪？所以每一隻都好重要，尤其係我哋金寶嘅國會。金寶嘅國會如果輸咗，你諗下5月9日，哇！全世界等消息咯，我開票出嚟，而家谷陣啊110，希望連埋都110，哇！剩翻最好兩隻，邊個贏邊個做政府？開票出嚟，金寶輸咗。接拜帝字剁掉了，全馬的人民就會打電話嚟，我哋金寶的兄弟姐妹，你哋做雅蓮啊？會唔會？你講會唔會？會唔會？點解你哋呢度輸咗嘅？其他地方可以贏，就爭你一隻都唔可以少啊！我換政府。就投眼睛，你超量就係投阿接哥，投阿接就係投螺絲馬。你投你中意螺絲馬冇？咩唔中意啊？人哋嘅頭幾靚啫嘛。阿啲你響呢度三千整一頭幾多累？60蚊、120蚊，人哋整一頭1200蚊啊，1200蚊整個甩頭啊，好似噶金毛獅王咁啊，幾靚女啫嘛。獅子頭係咪？哦，上海獅子頭嚟㗎 ，Lion King 嚟㗎，冇搞笑啊！你睇啊，羅斯伯著嘅衫幾靚啊！
哦，見見都好似壽衣咁樣啊！我去怡寶軒街見到好多件都係好似佢著咁樣喎、啊。你又知軒街喺邊度？你又去過咩？啊！你都笑，你就知道咧，嗰度係專登賣棺材嘅嘛，賣壽賣棺材，賣壽衣，賣乜嘢啊？啊！你諗啊，5月9號而家準嘅唔諗，呢兩公婆又坐住嗰度5年，我諗唔死啊，唔死啊，包死啊！同你講，賣文字都冇敢中啊，冇敢啊，啊呢、這個冇搞笑啊，所以咧60年我哋就等呢日啫。去邊度話知你咩咩坡？吉隆坡、新加坡啊！佢等下佢整5月9號，已經搞到好多人好著火添喎。所以我睇下哇，呢排反應一流啊！嗰日講啊，5萬張巴士飛一日賣曬，全個嗱坐邊個翻嚟嘅馬上訂 AirAsia 啊！嗰、那個 AirAsia 有嗰、那個平啊，有著數啊！每張機票99蚊啫啊，特價啊，今晚就可以訂啊！邊個你吉隆坡啊？邊度喺飛翻嚟嘅99蚊，全部一律價錢啊，都可以翻到嚟投票。尤其係金寶區，如果冇翻嚟投票，我哋贏唔到。我靠大家每一張票都好重要。金寶國會、馬林納瓦州會同埋呢個 Granji、多朗斯加三個區。一國三州全部投眼睛，好唔好？好、啊、如果大家敢大聲講好，應該有希望啦，有希望啦！誒，真㗎有希望啊！頭你睇我哋今晚，我哋新村人唔係好多女喎。頭先我爺爺嗰個工作人員同我哋講，哇！真係聽到好感動。佢講今晚我哋咁樣籌款係咪？頭先大家捐俾2003蚊啊！多謝多謝多謝。呢、這個就係一人一個力量，你冇睇少你手中一票啊！我哋北加州有10幾個區係咪？贏輸係幾百票啫，其中一個區你知道冇？本加蘭巴魯我哋輸幾多票？我哋輸14票啫，14票啫！嗰、那個民追我哋輸幾多票？180票。魯木伯包公沙嗰度輸幾多票？輸50票啫。所以你諗，你嘅嗰張票重唔重要？你冇諗住講，哎呀，多我一張唔多啦，唔多。就死在你手上，全馬的人民就看著你，為什麼你沒有回家？不是年年有得投票的嘛，你沒有啊，如果 你沒有回來投票，你千萬沒找我，又投訴什麼？哎呀，現在油很貴啊，生活很辛苦啊，行情很差啊，馬幣很慘啊，不用 complain 啊，這個是自己找你的。為什麼？很多人啊，講很大聲啊，啊，講就鐵下無敵，頭就有心冇力。我去個杯茶鋪埋屋行區，哇！佢講嘅精彩過我100倍咯，係咪？佢留那接啊，留到好似做詩咁樣喎，係咪？我問佢你阿哥你邊度投票？我都邊度得閒投票？你冇投票啊？學家燕講咯，唔阻滴咯，你真係莊雅蓮好，係咪？你都冇投票，你講咁大聲做乜嘢？阿志哥邊度聽得到？阿志哥我聽到嘅就係你手中嗰張票就有力量，每一人一張飛，隊冧谷賺煙幕喺度，好冇？所以5月9號剩翻25日，時間冇多，你哋知嘅今日聽到嘅，我幫我哋去傳呢、這個馬來西亞啊，人民好辛苦。如果唔愛辛苦，記得換政府，換咗臭政府，你就唔辛苦。唔好換臭政府，明年就越嚟越辛苦啊！係真噶，我哋上一屆大選，我哋考咩好合？5月5換政府，係咪？換不成更辛苦，真噶啦，真啦，對不對？珍珠都冇敢真啦，所以這一次5月9換政府，哦，人民辛苦已太久，改朝換代5月9，今晚大家咁開心啊，教大家唱首歌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簡單唱嘅。我们换政府就在5月9，啊，佢歌词有一句啫。我们换政府，我们换政府就在5月9。我们换政府，我们换政府就在5月9。大家一齐唱好唔好？啊，哎呀，影佢，影佢，哎，哎，影佢啊！嚟，1、2、3。我们换政府，我们换政府。就在5月9，
我们换政府，我们换政府，就在五月九。大声点！我们换政府，我们换政府，就在五月九。我们换政府，我们换政府，就在五月九。来人！五月九号一齐换政府啊！有几个好消息啊！好多而家嘅怡宝商家同埋已经 offer， 你哋投咗票可以怡宝食免费餐啊！好似九龙街场嗰个 Blend B 嘅时候已经宣布啊，边个投咗票点个嗰个有墨水嘅可以去嗰度食免费餐。怡宝 Heritage Hotel 后边嘅嗰个 Bubbly Cafe， 你睇今日嘅啊《星洲日报》都有登啊，佢准备咗1000个人食嘅，总之投个票好多餐厅，而家就请大家食饭。我仲有幾個朋友係咪就開酒店嘅，翻嚟投票住酒店免費啊！仲有一間公司一流馬來西亞人，好大間廠嘅，佢叫 Marble and Porcelain 做地磚嘅。佢一聽到我選舉委員會拜三投票啊，佢個火就嚟啦！佢一下宣布拜四、拜五、拜六三廠唔開門，全部員工翻屋企投票。邊個翻沙巴沙拉瓦嘅飛機票公司出曬，翻屋企投票公司每個人俾500元紅包，對冧局陣。真嘅，已經有好多，我有一個同鄉開珠寶商嘅，都係咁樣啊。總之你翻屋企，我俾你300元，翻屋企就係懟冧國陣。而家係咪狗到而家個阿媽隻西都驚喎？佢講咩你知冇？今日你看報紙講，如果你哋新加坡做工嘅係咪申請唔到假期，唔使投票啦，唔使翻去啦。邊度有咁樣做國家嘅領袖叫人哋唔投票嘅？啊，唔食屎啊！屎哦，啱啊，都好都啱啊，啱啊。邊度可以一次啦？你邊度可以叫人民係咪唔使出嚟投票嘅？你係國家領袖咧，同大家講全部都翻嚟投票嘛？投邊個？大家自己揸主意。呢個係我哋嘅人權嚟噶嘛？咁樣都唔俾，邊度可以啊？所以唔使驚，馬哈迪已經宣布九號而家阿公宣布咗係公共假期，我哋做政府10號、11號。大家全國放假，歡慶母親節，係真的嘛？嗰、那個禮拜係母親節嚟噶，世上只有媽媽好啊！所以咧，叫佢哋全部翻嚟投咗票，一定決保希望聯盟做政府，拜四、拜五、拜六禮拜全部放假，大家一起帶媽媽一起去慶祝母親節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半夜場收工啦。聽日喺邊度啊？啊，聽日喺 Toronto Mines， 領啊東興港。聽日喺東興港，拜一就喺安順。馬哈爹林冠英、安華嘅女同埋林吉祥，去佢嗰度宣布安順國會嘅候選人，睇下係咪周潤發出嚟選，周星馳和劉德華出嚟選，唔知道啊。嗰陣時下個拜一就知道邊個選啊。最重要，安順、金寶、太平全部可以贏啦，輸一隻都唔得。每一票都好重要，大家一齊努力，兄弟姐妹拍戰輸。